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北马的休闲地方，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 IKEA 的休闲区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物还在建设，可是 IKEA 已经是要好了，在3月14号就会开张咯。现在我们因为新年华人新年，所以它有一些装饰，灯笼装饰，让我带你们慢慢去看，来跟着我。很优美，所以可以早上可以来这边运动，早上会有很多人哦，来这边跑步。来，我们继续向前走哦，这里装饰都很多新年的装饰。一个尽头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可以跑步的一些路线，大家可以看看。是不是觉得很优美呢？小情侣还可以来这边拍拖哦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，记得订阅，然后拜拜。Thank you.